相信人是最漂亮的风景，那我相信万丹就是一个淳朴、善良、可爱的地方，能够在这个地方上班是一件相当令人愉快的事情，很幸福的事情。我们万丹的特色当然就是红豆饼跟万峦猪脚。那我们在客户服务跟人员招募上呢，我们的特质呢，我们会人员招募，我们会结合在地的产业，比如说我们的部落啦，还有我们的万丹红豆节这些。像我们有些伙伴是在一些公益活动里面办了之后，让这些伙伴更了解我们，然后有相同的理念，进而加入我们的行列里面。当然我们单位办过很多活动，那这些活动当中真的有结合到很多热血还有热忱的伙伴跟我们一起来打拼，我觉得这是相当愉快的事情。那很感谢公司提供很多的平台，让我们在公司服务上班工作能够兼具家庭跟工作。那透过 Box， 透过很多 APP， 透过很多电子化的一个作业系统，让我们同仁在工作上能够取得一个平衡，真正能够达到效率工作，轻松生活。谢谢。我是刘进聪。我是林香妙。我是林怡贤。